天都红台湾近多好，果是系海水满潮带来的日子。东部海面即马风影已经变强啊，红头鼠已经透14级强阵风。咱苏下晡马三不讲停班停课，因为天都红台昨昏已经发展做强烈风台，台东关的农民啊、渔民啊，一透早就赶紧做好防台准备。台东县成功外海出现7级的强阵风，因为大雨时海水大到期，一波一波大涌拍在金村溪港爆发，出现每10公尺的海涌，看起来真惊险。在港内渔村的施工是全村总动员，大家互相合作，不分彼此，要把港内可靠性的渔村呐摆开安尼。那你早就来准备了？对啊，强烈准备。哎呀，100万！渔民烦恼强烈风台天兔带来损失，而且正往来溪溪东边烦恼，但吉次过之秋会予强风吹倒去。每年就把往来溪溪当挂小中国，一透早就提起啊，伫固定过之秋。今年收成好歹，就看看就看这一季，看这块啊。今日风台少啊，风台少，了还乌伊啊。天兔风台愈来愈晚，台东县兰树乡已经14级的强阵风，兰树乡公所宣布一波停班停课。台东县政府也完成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，呼吁民众莫去山区、甲海沿，才袂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